你敢害死我陈家的大孙，你就要有胆量承担后果。你个董俊，老大一心苦命，你竟然把王爷这把大人囡仔害死，你是我陈良心五万几十年大孙，我陈家所有希望，结果都为这个满心怨毒、自私卑鄙查某害死。你们在这陪我？我无，我无走。你等。我这世人为着要陈家幸福，我是一切做尽。你讲被害终身感受着我的性命，愿意赐我一个囡仔，结果我陈家很美，老子你都无见。我希望变成祖宝。你们停下来陪我！我就跟你讲，不是我做的，你现在才要乱我。甚至给我绑在这，想要对我动伊比我心灵。你个假！你真正够假的。像你这样恐怖的查甫，我若无甲你处理掉，你绝对会去危害别人。你到底是要安怎？我要赞同你想要代替王爷一个想法。你什么意思？拄则经过检查。证明你的主教已经完全失去作用，所以等下副院长，伊会替你，把你这个主教提掉。你想要讲啥？我做过之后，我身体无问题。你做你是犯法，你知影无？李佳。而且当初伊就爱我，伊爱我胜过这世界上所有一切。伊若是知影你安尼伤害我，伊是绝对不肯放你出来。你安怎唔肯放我出来？我上巧上歹对付的后生陈明宇，拢甲我做对头，伊拢演我袂倒啊。董俊是准啥？董俊是世人除了我，伊是无可能阁去爱着别人。你若是把我的主将提掉，就等于是害董俊失去做爸爸的机会啊！你敢会将你家己看得伤过重要啊？代理岳母，你知影？到时阵董俊会用做几落遍的老爸。但就是你欺杀啊！你真正欺杀啊！我已经准备了差不多啊，你要老实讲。让正义把嘴啊！卖鬼！卖鬼！这是谎话，这是非法营业，是给客厅我做的，给狗屎！卖鬼鬼！卖鬼鬼！你到底用什么手段害死我的大孙呢？讲！就是我，是我对王爷一动手的。我伫伊食的物件内底下落提药啊，是我摸不着。你终身承认啊？陈中士，我甲董俊是真心意爱，我嘛愿意替伊洗囡仔。我是倒一点比袂过王爷姐，我比伊搁较优秀。所以恁陈家子孙需要的是我这种血脉。你在笑啥？我在笑，我终生能够替我的大孙报仇啊！这两个翠佩是替我跟我的大孙跑，当作因贵替。伊无资格替囡仔出声，阿拉王爷一个，一个戆查某，家己去找死，所以嘛，等于是害死囡仔的帮凶。阿过董俊伊了戆老母，伊至少逐工啊，乖乖顶包咧照顾我的大孙，所以我哪替伊出一口气。好，
好啊，你要害到俺个弟弟啊！莫出气啊！即马可会当帮我走？我什么时候讲你讲老实话，我就要帮你走。你只有一条路通行，就是彻底失去做查某人的权利。梅爷，你袂当安尼走，你袂当安尼走，这样就莫敢放开，你放开。妈妈你啊！是的啦，我动也动不了。王英，跟张九。哎，这是啥？你，你来搞我回来，我就告你白公阿斗。我安尼就是为着你好。你继续跟这恶毒的查某牵拖袂煞，你怎么死在伊手里？子贤为着要爱我，爱甲失去家己安尼，伊对我全心全意啦。伊不是你讲的阮查某，你若是甲对学袂来哦，我就跟你袂煞啦。你叫我放开你，放开你！你老去娘家！哎，你赶紧给我放开！哎，你老下跪！你放开啊！你，你，你，你给我放开！娘家，我不可能把手机给你看，你继续执迷不悟。你继续跟这个判心毒刑的查某搭地落去，你前途乌有了。我这么直接，怎得你的念想？我这恶毒查某，永远无再得有你囡仔。面对陈家的公妈，陈小姐，敢讲你袂记得我从来拢无咧稀罕做你陈家子孙啊？一世人我事事行行拢咧替别人牺牲，结果我得到啥？我得到反背，得到放散。我即马想要追求我家己所爱的人，敢袂用的？我无想要受到任何人的控制，我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敢袂用的？什么父慈子孝、一家团圆，我拢无想要追求，敢袂用的？子贤即马是我最爱的人，以后你若是搁再靠着一支头毛，我绝对变成第二个陈明宇，而且是黑化版的。我绝对让你彻底感受到什么叫做一无所有，你要信吗？你刚才你是嘛在讲啥？大妹。当这手骨骨在流血呢，清晨，你家己拢无要顾啊，免管他哩。副院长，陈总召的手骨麻烦你啊，爱记，今日代志什么拢无发生。
不来钱，可是你不来钱，不来钱的话，不来钱的话。第一，咁叫做报警。哦，好，拍摄拍摄，因为我有熟悉一个人哦，过了十年无见迄面啦，啊，伊叫做钟宝琴，啊，伊甲你同款哦，有一个动作低啊，所以我都想甲你认对时。什么动作啊？我熟悉迄个人哦。伊大概在想代志哦，你失神的时阵哦，甲你同款的，安尼叠一下，叠一下。我都是讲安尼，忘不了曾公已经改掉这个习惯了。想不到只看到百位多，我以前的习惯都给造出来了。哈，舅妹，你敢有熟悉叫做钟天白啦？钟天霸，哎，哦，你讲这威力顶落地人哦、啊？是啊，无识西呢。我拄则想讲要来点一碗面食，啊，不过你讲已经关店嘛，啊，无我就无巧遇啊。恁那才奇怪啊！哪有奇怪啊？一般红道金甲头拢是向后边飞开呢，啊，你怎向头前？啊，既然安尼哦，我教你，来来，像拄安尼，好无？哦。那有人甲你打的时阵，你接手起来。哦。另外。哦。好。好好好。然后接手，拍一日，甲压了。啊！哦啊！哦哦哦哦！哎呦！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哇，那是阮爸以后甲我抓的时阵，我对他用这招甲伊对付安尼。继续甲我教，来来来来来，教我吧。你是能甲你爸讲甲你教？袂啦，来来，我一教我一教，来来来，哇，点啊？两三，嘿，哦，来，对对对对。你真正不是？哎，我呐，不好意思，我时间来。新麦。哎，小丹姐！哎，小丹啥？人拢走起，你要去叫哦？哎，不是安尼啦！哎呦，心爱，不管你在想啥啦，绝对不是你想的安尼啦！店你自己收，我不爱管啊啦！哎，心爱，心爱，等我收店，等，这嘛是要安怎？哎呀，